300cc、500cc、800cc、1100cc 农夫车四轮驱动，适用于沙滩越野、山区载货、农场作业、野外休闲等多种功能，外观设计新颖，动感时尚，别具风格，爬坡动力强，油耗低，极具刺激性，最小转弯半径4650毫米，最小离地间隙210毫米，四档变速箱，最高时速达每小时100公里，车身总重550千克。儿童款 UTV 150cc 是 1100cc 的父子款产品，父款配备大车，儿童款配备小车，适宜全家户外出游使用。ATV 500cc 沙滩车动力强劲，性能稳定，能行驶于沙滩、河床、林道、溪流，可载人或运物，堪称全能的行动工具。单缸水冷四冲程，最小转弯半径3000毫米，最小离地间隙275毫米，轴距1300毫米，最大爬坡能力20度，四档变速箱，最高时速达每小时85公里，整备质量320千克。信阳 XY160DZ 全时四驱混合动力越野车，四轮独立双摇臂悬架，特制越野轮胎，强大的四驱交流电机传动系统，有着超强的越野性能，适用于山地、森林、草原、雪地和沙漠，能够挑战极限地形和环境，可在抢险救援、边境巡逻、后勤保障运输、空投机动等方面，特有零半径转向，最小离地间隙300毫米，爬坡度达32度，最高时速达每小时72公里，空载质量1100千克。其随车的380伏电源更可发挥野外作业时的广泛应用。信阳 XY500 越野运输平台车通过性强，能够轻松通过任何泥泞沼泽的道路和沟壑，可随时牵引故障车辆，装置电动牵引绞盘，牵引力达2500磅，最小转弯半径3500毫米，最小离地间隙350毫米，负载时最大爬坡能力32度，垂直越障高度250毫米，前载平台现载100千克，后载平台现载200千克，涉水深度350毫米，最高时速达每小时70公里，整备质量610千克。信阳 XY50D 四驱电动农夫车采用英国 Servcon 控制器，8块6伏225安电池供电，四轮独立双摇臂悬架，适应各种路况，强大的交流电机传动系统，低转速大扭矩为车辆提供强大的动力，二四驱转换功能，特有的高低档及省电模式，能满足各种需求，带有安全带指示灯、手刹指示灯、倒车提示音等多种安全设定，最小离地间隙300毫米，有着超强的通过性能，电池供电绿色环保，可用于农场、牧场、野餐、购物等场合。信阳具有独立研发、制造、销售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00cc 和 300cc 单缸水冷发动机。这里不是达喀尔拉力赛的赛场，没有多变的弯道，没有酷炫的专业赛车，没有世界顶尖的车手，但是这里有一支年轻、激情、专业、细致的技术团队，这里就是浙江信阳实业的试车场。信阳生产的每一款车经过装配、加工、喷漆、检测后，都会在试车场里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，确保每项性能达标，以实现顾客满意率达93%，交货及时率达95%，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达85%，并以追求卓越的态度不断刷新这一成绩。